都说啊，中国最烂的路在哪里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就阿成啊，也是广东人哦，我就知道今天我在连州跟清远这一带是走过广东最烂的路、最难的路哦。中国最难走的路我没走过，但是我走过广东最难走的路。好了，我想办法，怎么车进是进不了啊，怎么退车了哦？啊，进退两难啊，真的是，一定要想办法啊、哦！我不知道有哪位老司机敢走这条路啊，真的是不好走啊！啊，我现在就处在半山腰哦，我们可以看到对面那个山有多高。我要怎么样掉头看？真的不好掉头啊，试一下吧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终于掉了。无数无名道路上，那你还讨坑我再来？啊，真的服了你、啊。嘿，掉头。上不了，是啊，崩塌了、嗯。这是采山药啊。是啊。哦，崩塌了，不好走这条路，太不好走。我、哦、妈呀，别！走中国最难走的路，哦。走中国最难走的路啊！哇塞，这讨坑怎么带到我这儿来呀、啊？这个路能走吗？真的服了你了！嘿，嘿，我怎么那么倒霉呢？真的是，刚拿到车牌不到几个月，我就去玩一下，啊，讨坑讨到这个路。真的服了你呀、啊！我不知道哪位老司机敢过了，哦，哎呀，太吓人了。吓死我，哎，下面就是悬崖，下面有个村庄，哇。